大家好，我是秀水鱼的一哥啊，首先呢感谢各位老铁的支持啊，这就是今天修好的一批手机，这是国北游记的 iQOO N 1O 3，忘记密码解锁，感谢屏幕锁账号锁一起的完美，然后这四款聊天机器的这个黑鲨2正常使用不开机的，然后还有换网超，现在完美搞定，然后这是一个苹果插换品牌组装品，完美，触摸也很灵，运气了我们。然后广西外设机修的 Nova 5，或者进水不开机的，之前在其他地方修过没修好的啊，那也搞定了，完美。好，这个等待马上就老师发货了。关注666，还有一些正在修的，还有一些好几个啊，然后这里还有没拆封的，哎，太多了，这有点忙啊，我会尽快修它，感谢支持啊，把这标签撕一下啊，准备发货，这个付了款再放，然后里面修手机的可以私信给我，或者小黄车联系客服，装机。